浙江奉天到庐山，再叫什么呀？旅居养老，甚至有的自己起了名字叫移动养老。但是移到哪里？哪里是最好的地方呢？我们看一下。我调研了一下，关于森林抗氧的意义有很多。大家知道，过去林业部门的工人叫伐木工，是吧？现在不让伐木了，他们的出路在哪里？他们的职业让他们没有出路，甚至有些伐木工到现在是非常。